勇敢坚持传讲。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小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保罗他们在菲利比这里带领不少人认识耶稣，并且在那位富人吕迪亚的家里有了一群信徒的聚会。 连在监狱当中的经历，也让管监狱的狱卒一家人信了耶稣。这一趟旅程，尽管有这样被关、被打的事情，保罗他们却仍然满心喜乐，赞美上帝所做的一切。在跟这些当地的信徒话别之后，他们就继续赶往下面的行程。现在到了铁萨罗尼迦，他们更是立刻的去到当地的会堂。 毫不例外的，一到那里就跟他们辩论起圣经跟上帝拯救的事。一连三个礼拜，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保罗和希拉就在铁萨罗尼加的会堂，这样一连三个安息日，跟当中的领袖和信徒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他努力的讲解，并且证明他们所说的拯救者基督，就是先受到迫害，并且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才是。所以最后，他就表明的说：“所以，我向你们传扬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基督，上帝的拯救者。” 当然，有好些人在保罗清楚的说明下，真的就信了耶稣，也跟着成为保罗和希拉的同伴。当中还包括好些个在他们当中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们，也都跟着信了。只是这下子，那些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心里嫉妒起来，觉得他们好像来带走了好些本来跟着他们的人。 于是就找了一批市井流氓，拉了一群人来，在城里面兴风作浪，要去找保罗他们的麻烦。这群人就这样的闯进了爷孙的家，也就是保罗他们所借住的信徒的家里面。这些无赖流氓们打算找到保罗和希拉，就把他们拉出来去见官，好好的审判他们一顿。没想到他们到的时候，刚好保罗和希拉出去了。 他们找不到本人，就干脆把爷孙还有其他几个在那里的信徒一起拉去见地方官，而且还诬告这些人说：“呃呃，长官啊，你看啊，有几个到处扰乱天下、散播不当言论的人呢、啊，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呃，这个呃叫爷孙的家伙还敢收留他们在家里头住，哎，这收容叛贼可是违反了皇帝的命令。” 因为这些人呐、啊，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个王叫耶稣的，要大家跟从这个王啊。这另外称王的事情可是罗马帝国的大忌讳呢。这段话才说出来，围观的和长官们都起了一阵骚动。长官就跟耶稣和这些信徒先审了几句话之后，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讲的耶稣也不是一个山寨或者是军阀头子。 所以就要他们缴一些罚款当做担保，保证他们没有叛乱的事情，就放他们回去了。而这些闹事的人也就跟着散了。看到这地方上的情势，当地的信徒知道这些闹事的人不会这么快就放弃，于是找到保罗他们，等到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就悄悄的把保罗跟希拉送往另外一个城叫比利亚去。 到了那里，保罗他们也不是安静无声的等着风声过去，反倒是直接又去到当地的犹太会堂。还好这里的人没有像铁萨罗尼加的百姓们这么极端的抗拒他们，他们反倒很有兴趣听听保罗他们所说的，不但是热情的聆听这些讯息，还认真的来查考圣经来对照一番，真心的想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事实。 果然，这一来，每一句都印证了保罗所说的，就有好多人相信了耶稣，还包括许多当时在罗马受到希腊文化感染的上流社会的妇女和那些男子们也都相信了。可惜的是，原本在铁萨罗尼家的犹太人，就是那些找人赶走保罗他们那些人，一听到保罗也在庇利亚传上帝的道，就跟着去那里捣乱，还大肆的煽动群众说保罗他们是来造反的。 就这样闹了一阵，毕利亚的信徒们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麻烦事儿，就决定先送保罗往沿海的地方去，好保护他们的安全。希拉和提摩泰则继续留在毕利亚。就这样，他们把保罗送到雅典之后，那些护送保罗的人也回到了毕利亚，就把保罗所交代的事告诉希拉和提摩泰，要他们尽快的去赶到保罗的身边，好跟他会合。 当下两个人收到讯息，在当地安排了一下，就赶去要跟保罗会合。可是保罗在雅典城里面，趁着还在等待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就在城里四处的逛逛看看，发现到处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就开始进到会堂里面，跟当地的犹太人还有敬拜上帝的这些外族人们讨论，甚至有激动的辩论起来。 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同时，他也每一天在广场上，和偶然遇到的人开始辩论或者演讲。这在雅典来讲，其实不算很稀奇。在他们的广场上有好多不同的学术家会在那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接受别人跟他现场的辩论。而保罗所说的，更是让他们惊奇的是那复活的道理。 所以有一些当时所谓的智慧人就跑来跟他辩论，其中特别有名的就是强调享乐主义的伊比鸠鲁学派，或者强调理性辩证的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都跑过来跟他辩论，想看看谁的学问比较大。可是因为保罗对他来讲，他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讲到后来，有的人就说：“哎，呃，这是个走江湖的狂人吧？他都在胡吹些什么东西啊？” 还有一些人说，呃，看来他应该是在宣传外国的宗教，那个什么其他族的那些鬼神之类的吧。会这样说，是因为保罗他的目的没有打算要变赢什么，就是盼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和他复活的好消息。 因为这些人实在搞不清楚他要传递哪一种学说，现场好些人自己都起了争论，最后干脆他们把保罗邀请到雅略巴谷的议会，这是个在雅典当地非常重要的议会的场所，也是他们许多学问学说在讨论初期里面要被定位的时候，要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讨论的。所以在这个会场上，他们邀请保罗还有各家的领袖一起来讨论，好能够弄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 于是，代理议会的人就告诉保罗说：“这样吧，呃，可以让我们听听你在广场上发表的那个引起议论的新学说吗？呃，这些事啊，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的奇特，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雅典一直以来是一个对新事物很有兴趣的城市，只是很可惜，对他们来讲，那些都只是增加他们谈话的话题，其实没有这么认真对待。 保罗知道这样的情形还是一样，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当他站上雅略巴国的议会当中，他就大声地说：“雅典的居民们，我知道你们对于各种宗教都有浓厚的热情。你们的城里有许多的崇拜的地方，我却发现当中有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这位你们敬拜的那位不认识的神，就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就是天地的主。保罗就这样在这个议会的场合里面侃侃而谈他的信仰，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当中的那位上帝。保罗看到雅典的情况，实在让他没有办法等到希拉和提摩太的到来，他就开始想尽办法传递上帝救人的好消息。 雅典什么都拜，却也什么都当做八卦在聊。保罗所说的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小板哥哥，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在这里要邀请你到秋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你的感想和疑问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